都飞进一头。飞低的话，它树叶就会卡上去，你不会吗？就我脚飞低一点，它树叶一卡到，它就会。我飞过，就是树叶遮到这个啊，然后我完全看不到，我只好 disarm。对，没有，但我是除了会遮到之外，它会卡进去，那会影响你吗？对，然后卡进去之后，它就开始就声音变比较大声，我就不敢去飞。哦，那没差。还好啦，反正就碰到树叶就几乎就是 disarm， 然后去检查一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不然你再继续飞它很容易就是那个叶片很容易就爆炸。好，继续。